今天6月19日星期天哦，那指挥中心公布今日新增本土病例50561例，本土境外75例，死亡个案有172例。那今天各县市的分布呢，仍然这个病例数都是落于8000例以下，那比昨天整体的全国的病例数下降5.7%。那目前各区都还是呈现一个持续下降或者是缓降的一个情形。中重症的部分，今天新增285例，那我们的轻症无症状的比例目前仍然是99.61%。死亡个案的部分，年龄层是从90多岁到今天有一位这个3岁的一个小朋友，那这边补充一下，这个3岁的小朋友本身是有慢性的这个脑部的疾病神经系统的疾病。那他是没有接种疫苗。那6月7号的时候，因为高烧40度，那这个在诊所这边有抗原快筛确认阳性。那6月11号就再度出现咳嗽、呕吐、活动力有降低的情形到医院的急诊。那这时候有发现有这个呼吸喘以及呼吸有杂音的状况，诊断是有哮吼合并呼吸窘迫的情形所以就紧急收治到儿科的加护病房，并且给予氧气、类固醇、瑞德西韦、免疫球蛋白等这些药物来治疗。另外，在诊治过程中有发现新诊断的一个糖尿病酮酸中毒的一个算糖尿病重症的情景所以同时也有给予胰岛素来治疗不过很不幸，就是在救治的过程中仍然难以控制血压那在6月14号的时候，因为有这个败血性休克以及心肺衰竭的情形经过医疗团队急救无效，而在当天死亡所以这一例3岁的小朋友呢，是我们今天新增的一个儿童死亡的个案主要是有慢性的神经系统疾病，另外在染疫后出现了哮吼、心肺衰竭也有发现有一个新诊断的共病是这个糖尿病的酮酸中毒的重症。那目前儿童的这个累积的重症个案呢是增加1位，来到62位是属于哮吼的个案。那死亡的个案也是增加1位就是来到18例。那这个哮吼目前我们国内的染疫后累积的哮吼重症总共是有7位那其中就是今天公布的这一位3岁的小朋友是死亡的个案。在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今天有新增1例这个特殊的重症个案是一个17岁的男性，本身有这个长期慢性的这个神经系统脑部方面的一个疾病，是属于一个长期卧床的一个青少年。他是在6月9号的时候，因为有发烧38度、咳嗽、呼吸急促也有这个短暂抽搐的一个情形到急诊那经过检验确诊那因为他的抽搐后来就停止了，所以是返家继续服药。不过后续又发生有这个4肢间歇性的发紫以及有意识改变的状况，6月13号又再度回到急诊。这时候我发现血氧浓度下降，并且 X 光有显示肺炎的一个情形所以紧急的插管输到加护病房去，使用呼吸器以及瑞德西韦、类固醇等等这些治疗药物那目前仍然在加护病房当中治疗。那这一例小朋友是没有接种过 COVID-19 的疫苗所以我们青少年的这个重症的个案今天是新增1例，这个是归类为肺炎的个案。那总共累积有8例的这个青少年的重症，其中5例是肺炎。那死亡的这个青少年的个案数仍然维持是3例。那这是今天针对我们疫情及特殊病例的一个说明。